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古川机械张卓。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经典的机型，古川250R 单机。这款机器的话，主要适合于做酱料、颗粒、粉剂等一些容易下料的产品。下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。首先，这个是袋仓，可以放100到400个袋子。这个袋框的调节非常的简单，这里手柄往右边顺时针是调小，往左边是调大。这个是调袋子的长度，一颗小螺母就可以解决。然后这边是吸袋，这边是上袋夹。上袋夹的话就是把袋子夹住，通过夹袋手臂放到机夹上面去，我们把这叫做为密工位。密工位非常的简单。我们的第二工位在这里，匹配的是一个色带的打码机，这个是我们出厂的标配。色带打码机的话，高低左右都可以调节，操作非常的简单，而且佩戴在线打码，在线检测色带是否用完，有报警停机等功能。